他谁啊？娜娜交的男朋友。过五分钟又是那谁啊？阿婆好抢戏哦，阿婆。就只有这一句台词。很逼真，很逼真，很逼真。平常爸爸妈妈都很疼我，所以呢，他们对我的男朋友要求很高的。妈妈其实希望男朋友至少得跟他差不多个儿。你看我妈妈个儿。妈妈站起来，那是老爸站起来让他看一眼。妈肩膀比较宽，是因为你和你的老公怎么了吗？啊，怎么了吗？我现在没站起来，我站起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身高吓死你，小弟。小心灯啊，叔叔。他谁啊？娜娜新交的男朋友。真是很好演的，根本就不用听我们在演什么，也不用接戏。这样吧，以后娜娜和我太太掉河里，你救哪个？要发作了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赶紧说，马上就问了，你救哪个？我当然救娜娜了。那我妈呢？那叔叔救啊，叔叔，那时候你在哪儿？我？你在跟我爸爸辩解吗？对不起，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？当时我在照顾奶奶。你谁啊？我。你谁、啊？奶奶，你赢了。